荷兰县政府为着地方民意，以及纪念严石旗开台四百年，即个是来个水南乡严石旗故事馆进行行动主管汇报，除了宣传对八月甲十月是系列的庆祝活动，也希望透过活动甲汇报，好更加侪人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我们今天来到水林乡，是我们第21次的。为了汇集经济民众意见以及想法，花莲县政府这次行动主管汇报在开台第一阵水南来进行，并且今年多是严肃者开台满400周年，县府嘛准备一系列的活动来做宣传。就是全台湾汉人吼、来到台湾的时阵，到即阵已经有400年，为西元1621年带领3000多人来咱本港地区。来设十个座，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咱县政府就要伫咱婚礼办理这件开台400年的庆典。本次活动将伫中秋连假规划开台400年全台第一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将以大航海时代勇敢冒险、多元包容等精神为主旨。包括航海旅行出巡、星光市集、巡报等等，活动内容超过10多种。其实从8月份这个暑假开始，我们这个海洋音乐季也会串联开台400，甚至是到10月份的这个国际游戏节，也会把开台400这个开台网的这个冒险精神融入在整个庆典里面。北港朝天宫这个妈祖会来出巡，然后来我们水林这一带沿着这个这个整个开台的路径，然后来做一个就是一个祈福的动作。过去西元一直就以严肃者来到较早的本港，将在汉人开垦台湾，其中影响不但带来宗教信仰、地方作物等等。透过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分灵在台湾开垦的历史位置，更深入的来探讨我们严思齐4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定位，跟所有严思齐开台这段过程的一个历史脉络那我们透过今年2021年严思齐开台400年，那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让所有全台湾的乡亲知道云林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台的一个定位，甚至透过严思齐以后，云林县在台湾一定要寻求我们的历史定位。台湾是多元包容的所在，透过研究以及活动的道理，为文化带动观光，改变大家对云林的看法。记者陈贵祖参不到。